时候我们要跟客人说什么？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会不会说客人在这边？对，再次我们一起喊好吧，一二三，欢迎光临。他好像想要讲英文之类的，Welcome 之类的。带你带你当地局长，你要在旁边等，准备啦，等一下，哪里有红小妹妹？哪里有？哪里有？好壮大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怎样？好哦，可以请多余帮姐姐收到袋子里面去吗？可以请你帮忙吗？谢谢你。轻轻的就好，轻轻的就好，很轻轻的，袋子太大。帮我放进去好吗？谢谢你。好，谢谢哦。好，等我一下哈。那我们要跟客人收钱钱了哈。来，托尼帮我跟客人收54块。客人在哪里？帮我收钱钱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好。来，等我一下哈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没有，很会拍。来，托尼，麻烦你帮姐姐一个忙好不好？帮我把这个钱钱给客人，跟客人说谢谢光临，好吗？那我们要双手才有礼貌，你试一次看看好不好？来，你的手收借给我，这个是手收借给我好不好？先借给我一下，这个先给，对，先听给那个姐姐，这个手收借给我，双手跟客人说谢谢光临才有礼貌，来，我们试一次看看喽。客人在哪里？我们说谢谢光临。大声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是男生，大声一点好不好？来，坐一次，来，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，好多人在看你耶，我们小明星耶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趁机去抱他，没有啦，哎呀，先拿下是不是？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，一个给是不是？谢谢客人，跟客人说谢谢，谢谢。还有吗？个人照，个人照，个人照，啊，个人照。他的手表是不是太大了？已经。好笑！波尼，我们看妈妈。小波仔，耶！波仔看妈妈，波仔带小孩一下。嗨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好，帅，好帅，哦，好帅，安妮好帅。这是一个少女杀手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波尼，那我们换下一个小朋友了哈。好好，可以。等一下，陈先生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波尼妈妈。